大家好，我是来爷，欢迎收看来爷解说三国杀国战。咱们看路线吧。最近收了不少录像。我们第一盘鼎足三分沉默这个玩家提供的六号位，两位荀彧和邓艾。微幽兰之风霭兮，树迟除于山雨。怎么亮不亮？怎么好像可以亮，可以不亮？浑田选择亮，充盈军资。亮吧，亮也亮的好处，不亮也不亮的好处啊。国家其实上来就先开个万箭试一下，看一下哪些受位，哪些不受位，像你没必要拿着自己的底去看下家，都没必要。下家明显的不是位，你放个万箭下去，顺手就赢了。这样吧，陈武东西啊，陈武东西神策阴阳，阴阳叫阴阳鱼啊，阴阳鱼参加自己的阴资啊，屯田上保国家，下安黎民。我突然想到一月一血屯武，哎，这回合是最体现价值的时候。这几个逃还有逃，简直是逃亡。猜吧，屯田和充盈军资，我们是可以屯田，然后原来是黄盖。屯田上保国家，下安黎民。你累吗？我们真不累，不要那么大家太照顾咱们了，咱们没招，累了就累了吧。一大佬过河拆桥，还真给你来个过，再囤个充盈军资，来塞到，然后我们给自己定一下。自当有气节。成了所有人的群殴对象呢，就我们天胖。晚了，一息就没牌了。其实可以考虑把国家早入蜀都，你不是先到先得。等会儿。晚了，可就没牌了。你就没机会出牌了。我们早入蜀都，先到先得。哇。静待良机，一击灭敌。然后还是选择去打黄盖和大乔吧，主要是大乔太恶心人了。然后过河拆桥，赶紧拆了国家乐，不要说假装没看到国家有乐。啊，留的全部是闪，可以吧？回合开始，闪血回合开始有技能。妾身无恙，现在张夫人。给孙策补了一张，然后你什么？然后孙坚一个再给孙策补一张，乐不思蜀，铁刀杀人，他已经没，农历三思又如何？九杀，九火杀，还我们留了很多闪。上保国家，下安黎民。火杀他九不用掉，是掉。而摇臂之华居，还有无懈顺手牵羊，磕个头，在吴中，在一代劳。屯田，他囤个充盈军资。屯田人品真不行，又囤一红桃，在九杀。孙策应该是没逃了。有埋伏，真有埋伏呀！两寸多了。火攻，给他亮个桃花，来，扫码闪。是自当建功立业，节气为先。可以，当后面有人还会对我们出杀，所以咱们在闪不了的情况下，别人也冠师斧啊，必然不会让我们闪的时候，我们铁锁连环，雷杀，老诸葛不放心啊。不知道老诸葛是什么，当然我觉得老诸葛可以放下心吧。反正就是反正对
这时候我来讲，你现在放行了。文田上保国家，下安黎民。这关心去找桃子是可以的。晚了，可就没牌了。是的。早入蜀都，先到先得。然后呢，过河拆桥。不战而驱敌之兵。啊，八点去取火。乐不思蜀，拆了斧子吧，这斧子不能留了。然后不杀了，你杀的话，甘夫人有可能他就弃牌回血了。就不是甘夫人肯定是不会玩，系统给你提示，我发的话，结果他肯定点了，确定一把牌全部扔了，我没掉血，一把牌全部扔了。神智啊，这个不叫蜀胜，回合开始的技能叫做神智，准备阶段开始。准备阶段，你可以弃置所有手牌。若你施法弃置的手牌数不小于你的体力值，恢复一点体力。一技能是二技能，一技能是为了配合二技能用的。过个拆桥啊！文田和充盈军资，再解命吧。逝者自当有气节。我们有没八点？没八点，我们就直接。有大点，我和蔡强直接杀甘夫人吧，反正他要被人救回就救回了，我们也没招呢。在决斗，朱荣和孟获的珠联璧合就用完了，这就是失败的滋味吗？结果咱们人品好到不行啊。静待良机，一击灭敌，是自当建功立业，节气为先。结果打的朱荣直接逃跑了，我们一个火攻练的孙子，剩下的就很好招呼了，一个国家都够了。披罗衣，罗婷被打的逃跑了，没信仰的。而摇臂之华居。与其说他没信仰，不如文田不是上保国家下安黎民。二十三张人头牌来两个逃，难怪朱荣要逃跑。九杀结束了，一切可以的。老诸葛一个人，我看你们掀起什么大浪出来。万箭齐发，先杀文田和充盈军资。雷杀，张飞在此，黄盾在此。结果最后举白旗呢，打得输。逃跑投降。最后还是咱们下到了最后啊，因为我们的人品比他强大，不叫信仰，我们叫人品。人品比他强大很多，所以他是斗不过咱们的。咱们这一盘4399专区啊，魔灵天下，看上去有点霸气啊，这名字。六号位的华玉英和孟获。雷公助我！雷公助你啊！上来喜欢浪的多半是魏国。再回合开始啊，那二号位回合开始啊，就准备阶段有得良田在，开始何愁不破敌。想写给开始有技能的天下人负我。甄姬啊，诸葛亮啊，甘夫人啊，这没掉血就不成分。现在没有三血的瞬间了，以前掉血的三血的瞬间。边看边等啊，别说哈，看他是啥，我们给自己送个人王盾吧。要不就送一把刀啊，我怎么啥都不干可以。我第一次想留着这顺着千阳爆发，击鼓于此，以至四方。那位挂了个闪电，不知道是什么，但我不相信他是群雄。不就是想忽悠教主去雷人吗？
要不然我要是叫着我等会就把车黑了。臣不知君，我黑头我不放蓝马。你干嘛不敢放蓝马呢？放出去啊，管他是谁啊，还撒装甲，你傻。这结果暴露的装甲没闪，等会没闪就要挨打了。刘备和干夫人，桃园结义。女子能为心爱之人付出一切。桃园结义哪里？那你要不如给两张，看随便给两张给别人。你这桃园给张角回了。荀彧啊，亲力为国，算无一策。拿牌子浪费啊！要我绝对不会拆闪电，要批就批吧。那肯定不是群人，前面田丰已经杀了他，他没闪了，你还闪，装啥呀装？到了，然后他瞧，大侠是明骚啊，那四号位是暗骚，我们怎么弄？我们大不了不弄，我们弃两张杀吧，我们杀乔二，大家很配合的留你给张角，行吧的。荀彧，哇，荀彧的啊，荀彧这个骑射有所削弱，不，你说配合什么草皮啊？配合草皮，你到时候可以放一波蓝马，要不然的话，要放蓝马是比较难的。所以手牌数要，你的目标数啊，就说你放蓝马，比如说现在他的目标数1、2、3、4、5、66个人，六个人同心同德，使救困扶危，乃我大汉立国之本。你把使用的目标数超过插牌，然后你可以变更一次武将，你不能一次发。十二骑车嘛，骑车没变，但是对目标有限制。珠联璧合，荀彧和荀攸，在此不知谁与争锋。他妈，大勇若势力的，大智为良计，无需废我，一兵一卒，杀身成仁，不负皇恩。智者何存？是群啊，哦，不是魏啊。第一不是群，第二不是魏，最后只能是蜀和吴啊。荀彧打得太拼了，把自己都陷进去了。他把那把大乔一开始装，这肯定不是无望，要不可能，要不然你有距离，你不可能去杀大乔，那就只能是蜀王，吃个桃吧，然后我们也跟着杀，让他留敌吧，吃个桃吧，当然你可以考虑不杀，那杀位的打法已经很偏蜀了。张角也是很惨，被大乔限制的很惨。同心同德，使救困扶危，乃我大汉立国之本。刘备还去杀张角，张角有雷吗？有雷就雷。我之真气和天地之造化。刘备还救了。大勇若气力倒，大智为良计。杀身成仁，不负皇恩。不是说先。在无中生有，在一大脑一代劳，还有荀彧怎么玩吧，还是去杀张角，张角已经没闪了，反正这个时候是还是放不了蓝马，结果他起策吧，你倒是放蓝马，你手里有蓝马为什么不放呢？你管他暗箭是谁，蓝马放了再说，该打谁打谁啊。虽然说打不了张角，你等会儿再骑车决斗都行、啊、你想打死张角没问题，但是你先放蓝马呀，再杀你。过渡愚者既出，对荀彧智者何存，可以啊，可以的。怎么弄啊，怎么暂时按兵不动吗？这数量可以啊，然后自己看一下，你不确定是什么，那你就看一下，你可以更放心，顺手牵羊。火攻啊，接着打荀彧呢。他可以荀攸啊，荀攸可以变更一次副将，
变更一次，只能变更一次。当时他使用完之后，他变了一次附件，变成宝箱了。那过个彩桥吧，让他桃园结义也行。那桃园结义吧，桃园结义给赵云回一些。我觉得这我们就告诉赵云，明的是说，在讲啥呢？杀呀，耗他的牌呀。反正也不怕同心同德，救困扶危，你来嘛，能进能退，来真正法器。把桥估计基本上可以降了，没啥好打的了。吾乃唐山赵云也，毕竟我们等会我们闪了，你还是得掉血，要不留你，留你给谁都不好。君子贵人见矣，先人好吧，我阴阳鱼，你乐乐乐乐，我们阴阳鱼可以囤两个牌，你可以囤四张牌。丞相助我，助了一张黑桃，可以，反正你已经被乐了一次，那就你同心同德。救困扶危，刘备有没有先驱？他是苏联帝国不就先驱？先驱是张角拿了，但是张角没命用，不留你了。都不是说，都不是说，生下之后，张杰号里还是恶善好施。不用再起吧，反正也好，不拆墙，手牌一拆，解刀一杀人了。要气到杀人了！你想利用我？哎呀，这当然我们打法是最好的。拿三尖刀去杀赵云，戳死他就完了。何必用那么多去浪费时间？看他吧。还是由4399专区摩临天下的网家提供的孙策和丁奉，有啥呢？换了一下手牌，一把半把的手牌，不算好也不算坏。稳固内政，以御外患。那就一线的了。然后如果他才开始就有人逃跑了，上一期有人逃跑了，那种录像，就还是不要发吧。那属于七人局呢。鉴于目前很多人来讲，不看视频不玩游戏啊，所以对称那么高的要求。大勇若怯，大智如愚。荀攸和荀彧又来啊，连弩在此。若愚若智，又逃。智与我观。那还有一逃。雕虫小技，将军笑话了。此为汉臣。夫君，身体要紧。这黄盖。百战之身，奋勇驱险。奋急的走态。怎么弄呢？公海护工，留得良田在，我们得仇不破你，你忠心而死即喜，破一万而绝赏，正在今日。看我的厉害！四五啊，顺手牵羊，挂上就没选择挂锦衣嘛。这个是充盈军旗，别人定啊。将为汉臣，别一去就荀彧了，这安将。七号位、八号位、一号位就逃，肯定救这个人，不救也打不赢了。若愚若智，若愚若愚慢而观矣。一个乐，然后八，开始几次敌呀？先驱啊，原来是个越境，三个魏国人也不少啊。当稳固内政。还曹洪啊，曹洪给本案上了个加一码，崩溃！你妈怎么崩溃？拼将性命，将性要保将军周全，拆了走他一个逃，
可以的。知天意，逆天。等五下关系能关注个啥？有距离吗？这个时候杀香香才比较好。力战之躯，岂能倒下？嗯，不屈呢。瞬间，瞬间给咱们，我觉得瞬间考虑给香香弄一下。虽然说香香被乐了，但是你可以把二张牌到时候二张。虽然二张，本命牌能力比较一般，配这个周瑜不用说配这什么甘宁、雪豆，这一代狼蓝蛮呢，蓝蛮也放了。嗯，他肯定放蓝蛮，他少领一个名的。那是屯田，上保国家，下安黎民。在啥？还三件没有套，怎么好惨？哇！猎人得力，他一个 K 点舍不得放，所以还是选择了驱火。奇谋退千军，妙策使横扫计，死为笑话了。结果这荀彧啊，荀彧和荀攸，由于说是两叔子，中年必得水，一下打不死，结果恢复出来还打出了那么多血，我们赶紧给香香补一下吧。不要去给他，你什么时候怕他怕他可心了、啊？嗯嗯，给我拉过来，过来，然后去杀荀彧吧。反正官兵轻甲，去也可惜性命。我们喜欢死节气，苦以慢而不安。这个爱，将官，短刀出鞘。刚说了怎么拿？官兵轻甲也可驱逐性命。进去，反正。啊，那什么荀攸也没有，也没算尽他人，独不自知啊！再杀，再杀，连弩直接扔进去，扔进去，完之后桃园结义啊！啊，你先杀干嘛？看桃园结义啊！这打的啥呀？看桃园结义不好吗？桃园结义不行吗？再杀。然后借香香的刀，就是不是香香不杀的。这群人有点过于这是过头了吧？在一战，然后这刷牌的话就死得很快。香香，你倒把刀扔了，这明显的周瑜手里还救，这个是属于打牌没牌，不杀呢？别人都是以最快的速度给别人以尊重，你还这取封侯爵赏正在今日，你这是在秀吗？或者说体现你的优越感吗？你是不是也喜欢被别人鞭尸啊？你如果遇到这种情况，别人杀，然后你求逃，别人又救起再杀，再救起再杀，是问你自己心里。当时会是一种什么想法？所以不要做这种无聊的事情。是什么？这路线都好长，想找个短一点的都没有。什么三人国战局，最好不要发了。最后一盘就我是大嘴打工了，怎么就？看看就好了，反正大嘴又不是第一次错做这种事情了。我们来一下什么桃啊，啥什么把盘甲扔了呢？这么好的东西，弓箭手准备放箭，怕什么哈？然后大嘴箭支充足，自发，尽管取用，是吧？就这样，不加，乐不思蜀，放箭，放箭，也射了三队了。还能射一队啊，就我们也扛不住了。箭支充足，尽管取用。对，既生瑜，何生？这大师，你这吴国真的脆皮啊！吴国在 OAOE 真的好脆皮啊，分分钟就被别人撂倒了。唐山赵子龙，杀你们个片甲不留！不留啊！结果还出了一个独裁国家，也是浪。就这样吧，来杀。
咱们接银魂吧，银魂商量呢，还是选择去两张子弟何惧于天下，那不行就看南蛮吧，管他谁是谁呢，该死的时候就一片死了，咱们给我拉过来，不在乎那么多了，下官你过短刀出鞘这就是失败，难再续，如今我残存，我冤家怎么会输？不太强，直接就进单挑了，是吗？借我们银魂拔掉他，直接去，直接打。结果没有哈，还真真只能说我们人品扛不住。那我们再拔他一张，还有火攻。拔一张是一张，下，这命中就此结束啊！我们的视频也取封侯爵赏，正在今日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。